这个季节龙虾都是成双成对的，你看这里有一群，哎，这只不一样，哦，哇，这个应该是个带头的，这里有一对，哎呦，有蛋哦，有蛋的不要，这里还有，哦呦，哦，这个漂亮，颜色不一样，这个。你老公都被我抓了，你还想跑？嗯，可以。这里还有，这只小一点，但是也符合规格了。你看，哎，这里还有，哦，真的是捡到手软啊。嗯，可以，收了。哎，这里还有，哦，这躲在这个石头洞里面。哎呀，这个也小一点，收了。这里有两个青口贝，把它拔出来。哎呦，这个毛毛的东西是它粘在石头上面的东西，把这个也拔出来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两个挺漂亮的，收了。这沙子里面有大海螺。哇，挺大的，这里还有，嗯，收了，有两只丁公鱼藏在这里，丁公鱼就长这么大的，这种是可以收的，这里还有一只，喂，哦，挺漂亮的，哎，这里还有，啊，这个石头缝里还有，哦哟，啊。收了，刚刚不知道是什么，嗖的一下跑进去了，把这个石头翻开。哎呦，鳗鱼，鳗鱼你要抓它头才能抓得住它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哦，挺漂亮的。哎，哎呦，完蛋了，抓不住，我跑了。这里有条花柠檬。哦，好大，这个干煎最好吃了，挺漂亮的，收了。刚刚那条鳗鱼没抓到，这里又发现一条，哎呦，哇，哎呦，被它咬了一下，哇，这个这么凶啊，黑色的，哇，你看，收了。龙虾才是我的目标。这里有一只龙虾，哎呦，哦，挺大的，哦，可以，哎呀，收了，哎呀，哦，能长这么大的小青龙，真的很少见哦。这个最少生长周期都有两年以上了，你看它这个大头，很大哦，收了，这条鱼好像受伤了。哎呦，我是青斑哎，受伤了。哎，里面还有，哎，摸到它了，出来出来。哎呦，哦，哎呀，哇，这个就不要了。这里有条黑金骨，这种也很贵的。哎呦，哇，抓不到它。那么猛啊，嗯，抓到了，哇，也挺大的，收了。你们看这条鳗鱼盘在石头洞里面，以为我看不到它，出来吧你。哎呦，我还想跑，把它拉出来。嗯，哦，漂亮，斑点点的，收了。